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由民众昨21日晚间8点27分在脸书上指出，收到原警举发的违规停车罚单，上头还注明附彩证照片，但照片中明显为两辆不同的车，一停在不同的人行道旁，让网友笑翻，直呼太离谱，牛头不对马嘴。民众将罚单照片 PO 上脸书社团报废公社，从中能够看见原警举发民众违规停车，且附上举发时违规车辆的前后照片以资证明，但二张照片显示的分别为民众的 BMW 的车尾以及一辆 Nissan 的车头，让 PO 文民众直呼是不是没再检查一遍就急着交卷。许多网友看到照片后都对于原警的举发行为感到相当不可思议，相继留言指出，这是 B 牌跟 N 牌最新合作车款吗？改装车后连厂牌跟背景都一起改了，大改需验车检测，警察您累了吗？太好笑了，真低调， BMW 改T 的套件。